胆小如鹿，戏子多久，可怜一出江山秋，满座一关酒。Hello， 我是菲菲。有些粉丝提议想看关于《喜》这首歌的视频，有些粉丝呢想看关于《时钟剧》的视频。嗯，我想了想，要不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，放成一个视频，这样子比较有意思哦。你不是说爱我？只哼几出歌，愿意把心离人愁给我吗？他这次又是没能接得上话，他笑着哭了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了着？这是有故事情节了，你们看懂了吗？嗯，人心有点可怕哦。笑着哭了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了着？哭了着，猜他怎么哭着笑了着？感觉你在看一部很短的小说，一下子就进入了那个境界，我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。彼岸花，只见花不见叶，而且还有那个骷髅头，我感觉这设计很妙。我对岸在白纳，风雨漂泊的残留在举手，戏子多久，可怜一出江山秋。其实前面看到他穿一身红衣走过来，两条大长腿还没有那么吓人，但是跟着音乐慢慢进入后，最后那个画面嘣了一下，还是被吓到的。你笑着哭了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了着？哭了着，猜他怎么哭着笑了着？这个代入感太强了。这个画面感真的让人就感觉走进了那个世界里面，看久了是有点晚上会做噩梦吧。你们看出什么端倪了没有？仔细再看一遍，再看多一遍。其实我是翻了评论区我才看出了重点。假，今天我们就看这么多，因为这两首音乐太上头了，听久了会不会连冷汗都冒出来啊？毕竟这么冷的天，不要开玩笑好吗？记得关注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